能以列车实际情况为准，但是你有这个情况的话，我可以帮您把它反映上去的，也希望就是他们扣税的话，然后也注意一下打扫啊，或者是清洁这一方面。它不像普通火车的那一个，它是那种一客一换那个，它那个床单配套那个东西。